Hello，大家好。这个一开板啊，就没时间拍视频了。最近这些日子，天天泡在滑雪场。我们现在呢，就又来到了瑞士的少女峰温根滑雪场。这是我今年第一次。今天呢，我带了好多朋友过来滑雪，五个大人，五个孩子。哇，可热闹了！这些小朋友们是真棒啊！今天的天气简直是无敌呀、啊，一片云都没有。阳光特别的好，然后而且雪况也不错，雪道上的雪呢是该硬的地方硬啊，看前面粉雪，粉雪的地方特别的软，特别的粉，太棒了。这个雪场呢我已经来过无数遍了，雪道雪况呢，哎呀，我已经非常熟悉了。雪场足足滑了一天了，现在已经下午4点多了，缆车都已经关了。哦，还挺累的。小朋友们真棒，精力无限。哇塞，看远处的天太漂亮了，粉色的，第一次见到。好了，我们决定收板了，现在要滑下去，大概10多公里的山路。好了，那就这样吧，再见，拜拜。嘿嘿。